7月15日，民间有焚香烧纸祭阴魂一说，洋人回避，祭冲撞邪灵，引煞上身。十五鬼节祈求凤凰，真火驱邪。诸位乡亲，虚实已至，请速回家。走吧。虚实已至。凤凰神会保佑你家平安的，谢谢谢谢。诸位乡亲，居室已至，请速回家。已经收摊了，明天你再来吧。哇，好，收到了。换好了，客官，你来看看。掌柜的，你怎么了？这是？你小点声。我撞邪了。撞邪？哎呀，吓死我了。没事没事，我已经把他给甩了。就你疑神疑鬼的，天这么热，你该不会晕了头吧？我去给你取西瓜啊，吃口凉快的。哦，不哭不哭。哦，不哭不哭。哭啊啊！不哭不哭啊啊！不哭了啊！不哭啊！今儿怎么了？孩子一直哭个不停啊！我的哭声引来了游方道士，我才脱离危险。何方妖孽？血妖竟敢放纵恶灵危害人间，天道难容，今日便叫你魂消魄散。尔等凡人胆敢与本尊争位，不知死活。呸！灵宝不命，不悔夫妻。
血阵，金色光线，三千六火吞吞天，火之神飞照来，天降祥瑞入妖邪，灵气进入力兵，来！瑞相在此，诸恶退散。九妖，祸乱于世，苍生不容。那我便吸了你的凤凰之力，涅槃成神。此后人挑两界，你顺我者都要死。不过就是一只麻雀。如何？哈哈，想杀我，没那么容易。妈，雪妖已逃入群妖之地，必将掀起这妖魔混世。如今只能以无知身封印着入口，愿时间不再有。道长见我父母双亡，便带走抚养了，直到我长大成人。搞不好还比不上那幅美轮美奂的壁画。什么壁画？城东山下兰若寺石壁上的美人图画得跟真的似的，我约了画院的人一起去。你要不要来？哎呀，没什么好想来，今晚过来找你。哎，今日可是七月半，你怕了？我才不怕呢。大人，今日人间男子将至，待凡人与仙女欢好后，阴阳二气形成魂印，便可供您食用。邓父，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因为你从不叫我失望。全凭大人绿脸，方有今日。难道凤凰以为能将我留住风云？殊不知，他所保护的人类，正是助我冲出壁画的危机。今夜，待我功德圆满，修成凤凰之力，便可以打破这方壁画。不过，大人是在担忧什么？在我吸取魂魄之时，也是我最虚弱的时候，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务必在我身后为我护法。东方灵命。相传二十六年前，这本师府百鸟朝凤图，可有一日，这上面的鸟雀竟然都变成美人了。我成功了，一切皆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依我看，这倒有些像是人间仙境。什么仙境？我看就是春宫图，哪有仙境穿这么暴露的？咋了？是他。动了，动什么动了？你们都是天选之人，将在此处与仙女共度良宵。你们干啥呢？来呀，快来呀，秀莲。张相，你为何要画我？因为姑娘和他们不同，那边酒色繁华，笙箫动人，而姑娘却独自一人，立于这星河之上。我离开是因为我习惯一个人。那现在我们就是两个人了。美人眼波帘，眉是山风举，
果然，亦是为了皮相而来。哎，姑娘，其实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可化之人，今日见到姑娘，突然有了一种火光在脑海中一现的感觉。我想姑娘定是能给我灵感之人。你要化我？正是。我很愿意。你要怎么化，自然怎么化。姑娘，是误会了，我们初次相见，这样不太好吧？我们这样……姑娘，姑娘，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我叫韦生，此处甚大，随你去哪儿，莫要再跟着我了。韦生，好听的名字。急什么呀？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真的吗？真的可以成婚吗？哇，好帅啊！好像我喜欢的张生。来吧，你们最帅气的梦龙啊！我的了，壁画中。喜欢一个人，就是要牢牢地把他抓住。你说真喜欢吗？凡事就应该听我的，我做什么事情你都希望我好。现在，我希望你离我远一点，明白吗？这就是喜欢。当然了，你是我见一个爱一个里面我最爱的那个，所以听我的。没错了，
些人的精气居然如此旺盛，就是不知道一会儿还能不能活蹦乱跳。打搅了，请问是否见到一位叫尾生的姑娘？仙女莫要再嬉笑，明时就快到了。可选好夫君，今夜将在大人的祝福下成婚。我不选。你不选？在下认为此举实在不妥。有何不妥？姑娘，在下认为被皮相所吸引的热情终会褪去，必定不会长久。二人若是要成亲，定是要相爱至深，已经做好了共度余生的决定。你若不选，就只能离开。汤，我选了。堂堂的东方护法，竟然也学会跟仙女抢男人了，有意思，有点意思。你为何要这样做？他并没有选你。不，我选他。好，那便请各位仙女遵从仙界的规矩，待心上之人各自回房，今夜明时新婚。是。不回房说呀？聊不聊聊？跟我走。怎么了？出去！Thank you.
我的梦云坛也在，我该怎么办？这画的不是我，不过是你想象中的我而已。怎么就不像了？我得去问清楚。做得很好，我嗅到了力量的气息。Thank you.
可谁能杀他？没有凤凰，尾生。那还等什么？快把他弄醒！哎，尾生失了凤翎，无法使出凤凰之力。现在的力量恐怕不及从前的一分。那我们怎么办？以我们的力量，没有办法和他抗衡。或许还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尾生，你醒了。我感受到了蜉蝣一族的气息。七族天书可知前尘，断天机，或许可以告诉你如何找到凤翎。蜉蝣一族朝生暮死，五十年一轮回，壁画世界也可入。他们不受三界所困，有妖之处，自然皆可通行。他们已经来到了壁画的边缘。相传每日旦时前，会有一人被选中进入蜉蝣之地。至于被选中之法，无处得知，或许会失败。即便如此，那也要试一试。今晚我们就在此歇息。我看到你了，在我手掌心，我看你能飞多远。凤凰大人，你是因为喜欢才救的他吗？反正我是因为喜欢才救的梦龙潭，我敢肯定你也是，因为眼神是不会说谎。怎么对付东方这个叛徒？当然是让大人一口一口地把他吃掉。这些年很累吧？
这是哪里？朱小玲，醒醒，不要睡。晚了晚了，中了我的术，就只能在这幻境里慢慢死掉。你知道的，除非你弄死我。不过我觉得你没这个机会。原来你就是那个从小害我到大给我惹了那么多麻烦害我从小被孤立被人欺负的讨厌鬼。是你每次举危险的时候出来帮你的大恩人。就这个男人让我连谁养的都不认了。我怎么可以看见你了？因为你快死了呗！什么？那怎么办？求我救你啊！我呸！既然你都这么求我了，我就勉为其难帮你一下吧。你倒是早说呀！废物！东方出手果然决绝呀，可这气息为何如此奇怪？武生，武生。醒了，小子，终于开窍了啊！凤凰大人，曲妖已经发现我们，此地不宜久留，明日一早我们就离开。啊，对对对，赶紧走。碧洛，你这……我这一点小伤。蹭了一下，很快就好了。你这个女人，谁让你保护我了？你自以为是受的伤，
就别摆出一副为了我的脸。你怎么说话呢？良心喂狗了？为什么不保护好自己？以为所有人都要陪你演戏吗？你给我滚进屋里去！不要，该走的人是我。我本来跟着你们就是想送他出去。碧露，你去啊！行了，走啊！你走得远远的，永远都别回来。北方，在。不要手下留情，否则下场和他们一样。是。遥遥临风，绵绵长。你在这儿等我。北方，你不是我的对手。可你看起来很虚弱。看来大人说的没错，人一旦有了感情，就会变得很弱小。分身。他死了，你可以回头了。
我已去过浮游之地，此乃浮游入口法印。凤凰大人，你随我去便可问个明白。原来被浮游选中的人是你。浮游之地，凡人进不得。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恐惧！碧落，你假意离开，便是帮我们探路。待到灵鱼归位，帮我送梦龙潭离开，那我做这一切，便没有白费。到了。汝求何而来？我的凤翎现在何处？天机之中，汝可自观。是凤凰又如何？想杀我，没那么容易。朱孝廉死，凤翎归位，可除雀妖，与汝自由。约定记下，永无悔期。伟生，伟生，怎么样？找到凤翎了吗？伟生，伟生，怎么了？伟生，你应该离开这儿。离开？去哪儿？去哪儿都行，莫要再跟着我了。伟生。怎么了？我们这一路走来，不就是为了找到凤翎，打败雀妖吗？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你想去哪儿都好，我可以带你去昆仑，带你回家。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不过平平凡凡一个人。昆仑之高，不到一层云的高度，你就会冻死。还有你的话。我不想要，都是你强加给我的，而你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接受爱的勇气都没有，弱小的人是你。喂，那个谁。
我以为碧露很弱小，但是现在我才发现她比我强大那么多。这一点小伤，蹭了一下，很快就好了。别犹豫了，去找婆婆吧。那你呢？我在这儿等她回来。原来他就是疯子，你不杀他？我要吸收魅的力量。未被净化的魅包含重要欲望，你若驾驭不了，只会伤到自己。我不后悔。北上他在哪儿呢？一切缘起，一切缘灭，一切冥冥中早有定数。你们两颗星辰终将回去。快去吧，我将化成魅，助他一臂之力。就是凤凰，在我身边多年又如何？杀了你，取了那凡人体内的凤灵，我便是凤凰。不过就是一只麻雀。我是妖怪，我这只妖狐千年，终要得偿所愿，将灭他成王。是的。残害生命，恶念滔天，天地不容。啊！总是打消扩散，但你一息之力尚存，我也会为天下苍生将你扶出。抗命恩者，兄弟啊！你以为你吸收了魅的力量，就可以打败我吗？你真是越来越沉不住气了。我是为了我所爱的人而战，你永远不懂。让你变得太弱了，明明可以找回本体，却为了这个男人的死活偏偏放弃了。哼，所以今天只有我才能成为凤凰。先杀了你，再去寻你的情郎。
终究是你所谓的情，害死了你。绝妖，你休想伤害他！不如等会儿，你看着我是怎么一口一口把它给吃了，然后得以飞升的。有我在这，休想伤害他。去呀，妄想的一切都不会如愿。我除非得到凤凰之力，我要飞。凤灵的力量果然厉害，给我！文生。不许伤害文生，文生，这次换我来守护你。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分开。朱小莲，好好活着，你好。姑娘，汤，我选了。朱小莲，你和他们不一样。朱小莲，我答应让你泡我一辈子，少一天一个时辰都不行。我们一起去昆仑，去人间。
出去以后，我可以画你一辈子吗？你要做什么？谢谢你给我的勇气，让我喜欢上现在的自己。不，我们要在一起，我答应过你要陪你在一起，我们永远在一起。楚小莲，要笑着告别。人间的河流山川，听那四时风声，看烟火变幻。本想带你回九千里外的空门，尽管流火漫天，可我虽拯救苍生，却也活在苍生。我必须燃尽此时封印壁画，我以凤凰神之力抹去你一切记忆，唯愿我所爱之人余生平安喜乐。
up is down, what's left is right.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view. I can't see the end, but we'll see it through. Sky on your mind.